主料：面粉400克，辅料：油、酵母粉4克、红豆。准备时间：10分钟内。制作时间：30分钟到1小时。温水和面发那个酵母粉，揉光面团保鲜膜覆盖发酵。发酵好的面团有蜂窝，去一块面团码点，如同包子捏法，搓成绳子，盘好捏牢入锅二次发酵10分钟，大火蒸20分钟。烹饪技巧：一定要二次发酵保证面食的暄腾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